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猫呀。我们继续熔读啊，这个地图太好玩了，星图完全不一般。要不要保持上局的记录呀，小徐？哼，上局都是找不一个阴了，你还在是跳左这叫里什吗？么？你位置跑的不对，你知道吧？那拿下来后头还有两个老阴边。那人家听见这边有枪声，肯定要过来呀，知道哪儿调人了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啊，这次就是一个回街。满满当当的一回击人儿。又跳哪点吧？哪个回合大点了？那你换位置嘛？我看一下哈，跳这点，我们跳这点，然后绕到那个山顶去。好，听你的，看那个山顶跳人不？有人没有？旁边城里面，目前没看到。肯定有人跳，那个是航线，100%的。我们这儿都有人跳，没几个人啊，三队哎，就才。两个、四个、六个。啊，就三队。我们前前面面有才两个。两盖儿，这些人都在干哈？收完了就走，不管他们。去打哪个？去打三队那里。看我标的线儿噻，好，冲啊！枪都不给一把，哦，给了把 scar。哎，我要的枪有了。我去他大爷嘞！没带背包。哼哼，我这儿有背包。扩容，我这儿多一个。我也有多的扩容。哦，看到背包了，刚刚用，没看错了吧？快扩还多的哟。我不缺。扩容实在是太多了，都不想捡。有冲锋枪，你配件你可以给我。哪个打冲锋枪啊？我打呀。啊，不缺东西了，差不多了。走噻，我也不缺。背筋要不？我有背筋，你没得背筋吗？我问你要不要？走吧。要指方向还是进圈的方向？有点握吧，有个枪不？哎，奇握把怪。我才扔啦，你早说呀！我刚刚身上好几个握把，这有个直角握把。走啦，都跑了。我身上有补偿药吧？
那现在在放樱花呀，我又不长。我身上配件少了一个，前面。前面倒了一个，你啷个晓得是前面倒的呀？我听到了 AUG 的枪声。我都没听到。你耳机声音开得太小了。还有狙那个冲锋枪扩容，快扩不？不是快扩，不是快扩，我有了。冲锋枪硝烟，我把雷，我把雷捡捡。冲锋枪硝烟可以。冲锋枪硝烟哪里？二楼。跑得还快耶，有人在这放烟花哦，看到了，还片痒呢。怎么在哪儿打他？要点儿了。我是说你准备在哪儿打他？随便在那儿打他都可以，往中间跑了。看到人呢？哦，我跳不上去，我操！飞机上有两个人，还在外面。那两个都没看见呢，刚刚你没听到枪是吗？听到了，但不一定是他们两个。我觉得多半是他们两个。你不要补偿啊！我有补偿啊！这是书记来跑就跑了呀？有可能啊。DBS
从头近点。你要去捡吗？近点，你懂不懂？近点是什么意思？不懂。你看你头上。不懂，你要去捡吗？我就是问。我们是要看哪个井呢、啊？还不知道别个打。没得车的，有自行车。你去捡啥自行车？真的有自行车？我是说你开起去捡，我给你架。好，我来试试、哦。没看到人，快去捡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死了要怪到你头上，快点儿啦！我在开呀、啊，在哪儿？标个点，就在马路对面，都是。只要眼睛不瞎，都看得到。那一堆袜子本来挺空的啊，是因为没看见吗？狗杂，带起来。我不想带，给我带去。你自己过来拿噻，有没有人的？等会儿有人要来啦，快走！我没拿。我看到车了，我没往我们那边来。快下去捡嘞！我去找车。我来帮你架。我架啥子嘛？我找车，圈那个远。有个三级甲，哎呀，果然有人，我操！捡车，我还没跑，都来人啦！在哪儿？我空投那点儿。我都说有人吧，你不信？看看我果子跑起去捡，喊他带都不掉带。他非要捡他那个烂冲锋枪带去。恁个快！鬼晓得他转个跑过来的，我都没看到。哎呀，这又来了一队啊！对呀、啊，还是这个是哦，又来了一队，我真的服了，我还准备去打他们。啊，是打不倒的，都不晓得哪个时候会摸人来，你还喊我跑过去捡，你完全是个哈儿的。我真的大摇大摆走在路上，人家一梭子烧死了。哎呀，笑死我！两个零包弹。